幸可以入住重庆的杜莎夫人蜡像馆，这是我的第二座蜡像，而且就是在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喜欢这里的风景，喜欢这里的食物，而且我喜欢四川的朋友，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好客，所以我非常高兴这个蜡像可以落座在这个美丽的地方。是在英国就是量的这座蜡像，其实也就是像你刚刚说的，就是要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，但我觉得最苦恼的是你到底选什么姿势作为你要展现的蜡像，那最烦的就是自己摆了半天对着镜子，然后实在想不出特别就是说是能够代表自己的什么动作，就最后最终选择一个最简单大方的。